们要用气态的丁烷。这个瓶子内装满了在高压状态下的丁烷。当我们按下这个钮，蒸发的丁烷便跑出了瓶子。塑料袋中现在便装满了丁烷气体。我们现在将塑料袋放入液态氮中，丁烷气的体积很快地减少。在室温下，它又很快地变回气体，而体积又增大了。我们现在已示范了物质的体积在不同温度下所发生的改变。